咱口号这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我拄只吼，甲左邻居踢脚，我拢另外阁讲一句啊。是啦，我讲是，因为伊人咧讲，即边有真侪好讲个对吼。那么我首先啦，也得感谢咱所有咱只口号的乡亲吼，恁牺牲恁的这个时间，也愿意来到咱这个所在，哦，关护团队咧，会当向大家来做一个报告。到底这三年外以来吼，咱伫口号重要的建设有啥物款物件，未来的发展啊，到底是安怎？第一点，拄只讲的水质的问题。哦，最近吼，咱只农民朋友大家受到真侪真侪困扰。这個、水质的问题咧，其实县政府的这个政策已经说明甲真清楚。即马当伫咧辅导合法化，辅导合法化，照现在法律的规定。咱百姓都要提一条规费出来，偌济钱拢总爱2700块。这毋是李进勇做县长了后才规定的，这是数十年来都有这条规定就对。但是咧，收这条钱敢有道理？收这条钱敢有公平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讲，县政府就是安尼甲研究了，认为讲。对咱这农民，你要搁甲收这条钱是无道理的。我才决定讲好，啊，这条钱无要收。这条钱无要收，咱伫三年内底，县政府也负担偌济，也负担差不多4亿。这4亿要对倒下来，这4亿要对倒下来，迄是政府你家己去想办法。咱一个跑跑内底所讲的这建设计划，拄拄啊才收到中央核定的一个公文。也就是咱拄只林泽林啊乡长所讲的，有三条的这个啊这个道路品质的这个计划吼，拢总的经费达到9866万，有三条，拄拄啊收到公文，中央已经正式来甲咱核定吼，口号的产业上有发展的可能性。但在过去这几年内底，咱地方的努力、地方的拍拼，尤其是咱的企业。咱的养殖业已经形成一个聚落，嘛已经打回咱的地面上了。以物治红瓷，这不管它是小日月潭也好，不管它是人工湖也好，总是的，伊有迄个条件来发挥，有法度通成做是咱口号，尤其是咱西部沿海一带非常重要一个观光的景点。咱初步和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一寡接触。伊嘛真愿意甲咱斗相共，但是毕竟啦，这经费会当甲你应付的所在还阁不足，所以讲咧，县政府嘛积极来提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，咱即马提出的这经费需求，都达到2亿元着，所以这是咱将来口号地区咧啊发展的一个真重要的据点着啦吼。那么为着要来推广，为着要来营销，所以我才决定讲，今年咱婚姻馆要第一摆。来办白龙船啦，过去咱云南毋捌办白龙船吼，那么第一摆要来办白龙船，要当做白龙船，当然咱上优先特别选定伫咱最具观光潜力，咱的口号的以物治红瓷，我们会当带动咱地方观光的发展。感谢啊，非常感谢。